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凯迪亚市议员王爱玲。亚太裔传统乐呢，是一份传承，为了一种传承，给下一代，给我们更多的社区居民一种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在这个社会，在南加州社会，在美国社区里面的一份重要性。我希望每一位呢，我们这个南加州的亚太裔居民呢，要重视，而且希望你们今后每一位都走到我们这个亚太裔的这种主流活动中，包括我们走入政界、走入社会来服务大家。